伊咱搁来到上帝面前，咱要做伙来敬拜，做伙来娱乐，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语。咱只是为着咱家己，咱的心会当伫上帝面前做伙啊，有备好要来接受上帝啊，甲咱圣灵的同在的帮助。咱为着咱家己来祈祷，咱嘛，甲咱会影响咱聚会所有的这个手机拢关起来吼，咱会当专心来敬拜咱的上帝，咱做伙来祈祷。感谢你，予阮过一届来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求你帮助阮会当用专心来敬拜你，求你的保护来洁净阮，愿你的宝座会当设立在阮的中间，愿你的荣耀显明在阮的中间，愿你的圣神充满在阮的中间，阮来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兄弟姐妹平安。今天三个，我要一生感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要因为你欢喜快乐。至关者，我要学了你的名。各位兄弟姐妹平安，真欢喜伫主日崇拜当三见面，当将以下敬拜时间交予罗家牧区的同工，带咱做伙来敬拜。好，感谢上帝哈，今仔是第一届带台语哈，所以足紧张，惊讲袂认得哈，不过感谢上帝哈，我这个机会哈，咱起立哈，咱来俄勒咱的耶和华哈。哈利路亚，来俄勒主。Alleluia, 来俄勒主 Alleluia, 来俄勒主 Alleluia, 俄勒耶稣我的主啊，用我的主歌去相处，用我的主拍落敬拜我，用我的主歌去相处，用我的主敬拜。 Alleluia, 来俄勒主Alleluia, 来俄勒主 Alleluia, 来俄勒主 Alleluia, 俄勒耶稣我的主啊，用我的主拿起双手，用我的主拍落敬拜我，用我的主拿起双手，用我的主敬拜。 Alleluia, 来俄勒主Alleluia, 来俄勒主 Alleluia, 来俄勒主 Alleluia, 俄勒耶稣我的主。
我用我的主也去享受，用我的主把乐敬拜。我用我的主也去享受，用我的主敬拜。很欢喜，在上帝面前很欢喜。阿妹，不过我感觉你的面都没什么笑容哈。嘿，咱向耶和华切怪，面带笑容哈。嘿，好，我们向我们向咱隔壁人讲，耶稣是咱喜乐的主。耶稣是咱喜乐的主。好。耶稣是咱喜乐的主。要面带笑容。阿门，路亚来阿乐主。Hallelujah, lay her the truth. Hallelujah, lay her the truth. Hallelujah, lay her so I do. My young wife, who y o u a e to be a l o o k I n g by my young wife, who you're a t you. Young wife, who y o n g by. Hallelujah, lay her the truth.爱主也去相救，用我的主把乐敬拜。我用我的主也去相救，用我的主敬拜。好，诗篇一百五十篇哈，最后一节写讲，既然有活命的，拢爱来俄勒亚和花哈。哎，所以我们下一场哈要唱起来荣耀，来荣耀咱的上帝。用我们的热情哈，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你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来这来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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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主耶稣，这回来荣耀，荣耀，荣耀，荣耀主。大君王，行过黑暗死亡，结清心灵忧伤，予阮喜乐平安。你是全能主，掌管世界万有，主必作恶捆绑，救赎我。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你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这回来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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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主耶稣，这回来荣耀，荣耀，荣耀，荣耀主。你是大君王，你是大。也过黑暗时光，洗净心灵忧伤，我愿一路平安。你是全能主，掌管世界万物，渡过罪恶捆绑，救赎我，救赎了我心的我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你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这回来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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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主耶稣，这回来荣耀，荣耀，荣耀，荣耀主，这回来荣耀，荣耀。荣耀荣耀主，好，我们好，这位拍拍来，好来，咱的上帝，将荣耀归给咱的耶和华。好，请坐，请坐。好，咱这回来祈祷。主，因为你的名是配得最大的儿乐，我们来学习，今达日会让来荣耀你的名。
因为你的名是何等的尊贵，何等的甘甜。你是我的君王，我要来专心来服侍你。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耶稣，你是我的主。主来用咱的一生。Thank you.
主耶稣，我伫要甲你讲，我伫遮，求你拆开我，使用我一生。感谢主，今仔日我伫遮，用你献上感谢的祭坛，感谢你创造宇宙万物，感谢你，予我的一生因为认捌你是遮福气的代志。主啊，感谢你，我们唔念伫感恩感恩节来感谢感谢你，我又较要伫较伫每一日拢来感谢你，予我有活命，予我有喜乐的人生。感谢主，我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接下来是献诗的时间，咱请乐家牧区的姊妹为咱献唱，所要献的诗歌是《生命活泉》。是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记伫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节。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节开始，其中有记载咱要跳来看，所以他请听我来读。十一节，耶稣佫讲，一个人有两个囝，细汉囝对老爸讲：“爸爸，请你把我应该得到的家业分予我。”因老爸就将产业分予因。过无偌久，细汉囝就将伊一切所有的拢款款的出真远的外地去了，伫遐随意放荡，浪费钱财。十七节，伊请我过来就讲：“阮老爸有遐尔济长工，口粮有剩，我等倒伫遮饿死吗？”二四节，因为我即个囝是死去又搁我。失去又搁得到的，因就快乐起来。第八节，大汉囝出受气，唔肯入去，因老爸就出来苛劝伊，
伊对因老爸讲：“我服侍你遮侪年，从来无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无给我一只山羊羔，让我会当甲朋友做伙快乐。但是你这个囝甲枪机用了了你的产业，一直转转来，你颠倒为抬了肥牛啊！”老爸对伊讲：“囝，你甲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拢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小弟是死去，佮我失去佮得到的，所以人应当欢喜快乐。圣经读到这，咱请牧师娘为咱分享信息，题目是“千五加十个”。各位亲爱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咱搁三教来祈祷。亲爱天父，我的上帝，我的心欢喜快乐，因为你伫逐礼拜日，你拢组织阮众兄弟姐妹来到你的圣殿，伫遮来三教敬拜，认识俄罗斯。祝我献上感谢，因为我感受就是你满满的疼伫我的心中。我要常常向你讲，主啊，我疼你。我望我真正用清气的心，用敬虔的灵来就近你，感谢主听我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阿弟姊妹，咱拄只所读的圣经就是《路加福音》十五章，要讲到迄个浪子的譬喻。这个譬喻，我相信咱大人真熟，啊，兼且嘛是圣经内面一个真出名的这个譬喻。啊，这个啊，这个浪子的譬喻，咱所要讲的、所要看起的，就是天父的慈爱，就是，甲伊对罪人悔改迄个心内欢喜。咱对下面咱要看这个譬喻内面，咱会当知影讲，世间人甲天父的迄个疼是无共款的，是有真大的差别的。检测你有是毋是捌有即款啊真无平衡的这个心态，就是对细汉你应啊伫稳定中大汉的这啊这个大汉囝，伊有真侪，伊感觉伊有失去真侪迄个享受的机会。伊检测伊的心神讲，啊，我的弟弟伫迄个啊世界内面有真侪享受，但是我拢无。啊，伫这个啊弟弟伊伫迄个世界到尾啊，伊悔改转来到啊。伊个处理的时阵，伫迄个世界是诶，迄个啊情形内面，也是讲伫迄个熟龄的迄个啊情形内面，啊，因两项敢拢有得到，啊，是毋是？你会感觉啊，我的心感觉足毋是滋味吼，我的心是愤愤不平。咱要来看千五加白石对着咱的这个驾驶。路加福音十五章，这个浪子的譬如所强调的是啥物？是强调咱所信靠这位天父，伊无止息的疼，伊无限的宽容。天父的疼就亲像我下面所要讲的这个故事同款。上帝的疼是何等的长阔、宽深，过伫人所会当测度的。有一个人，伊细汉的时阵，因为伊妈妈啊，拢常常啊加班啊，暗时拢爱工作，所以呢，伊每一个夜晚拢是伊的爸爸陪伊困。啊，这个人，伊伫伊幼年的时阵，伊讲伊到伊印象上深的是啥物呢？就是伊每一摆啊，功课写完了，伊的爸爸就来房间来甲伊做伙佚佗，啊，讲故事互伊听，啊，甚至啊，到要困的时阵，啊，爸爸就甲伊问讲，啊，你要困顶铺还是下铺？就是讲，这个伊的眠床是上下铺吼，就是迄个两层的眠床。啊，所以呢，伊就爸爸安尼家问的时阵，伊就随时爬去哩顶啊顶悬，啊，就等伫下铺的这个爸爸讲故事予伊听。所以因为有爸爸的陪伴，所以伊讲伊的啊细汉的时阵，伊感觉伊的困眠拢真甘甜。等伊大汉了后，啊，因的爸爸就搬厝了，所以伊本来迄个双层的眠床就留伫迄个旧的厝里。啊，伊渐渐大汉，伊家己也有同伴。这个同伴是啥物呢？就是伊的电脑。所以每一日下课的时阵，伊就秘伫伊个房间内面，伊无爱伊个爸爸来啊来交叉伊，甚至有当时爸爸就甲伊拍门讲：“啊，咱三个来玩桥牌吼。”伊细汉时阵，爸爸拢甲伊教伊安那玩桥牌，就是耍迄个牌啊吼。啊，伊当时无真厌气吼，甲伊爸爸杜撰。
伊就嫌面爸爸讲：“爸爸，你做聋哑的啊，你电脑拢唔捌，啊，你对袂着时代。”所以伊会感觉讲，甲伊的爸爸做伙哦，伊会感觉伊真无聊，啊嘛感觉真无啥物趣味。等到伊考大学迄年的暑假，伊有一日，伊就招伊啊，招伊的同学吼，转去到迄个旧厝遐佚佗。当伊入去的时阵，拍开迄个房间的门，伊就感觉讲，哎、欸，奇怪，啊，我以前细汉咧躲咧困的迄个眠床，啊，哪会变这么细顶？哎、欸，我细汉时阵，这个眠床是足大顶的呀，伊感觉足快呀，啊，所以伊就拍开伊的手吼，就量迄个眠床的长度。哎呀，哪会这么短啊？伊看，伊大概啊，家估计吼，大概迄个眠床敢若160公分左右尔。忽然间，伊就想起，伊讲啊，我的爸爸的高是偌济？是175公分。忽然间，伊就惊一跳。伊讲，哎呀，啊，兼讲我的爸爸以前陪我困伫这个眠床，伊拢是将伊的啊身躯安尼揪起来，啊弯着腰，啊陪我伫遐困。伊是毋是有忍受真济迄个无舒适的所在，只干那为着要陪我困？伊就想起到讲，伊的爸爸十几年来的陪伴，十几年来的疼，所以迄个爸爸毋捌讲出来迄个疼，伊想起到讲，哎呀，当我大汉的时阵，我常常嫌阮爸爸嫌这嫌那，嫌伊啊聋哦，嫌伊啊啥物拢袂晓。当伊想到这的时阵，伊的目屎就淋落来。今日我要所讲的这个故事，的爸爸就亲像这个款式共款，爸爸的疼是永远无止煞。这个故事里面所描写的是两个兄弟跟爸爸中间的那个疼跟怨恨。检查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是不是常常可以感受到天父的那个疼？你是不是有常常让天父的那个疼来包围，让天父的疼来围绕在你的四周围，所以你很感动。这个聋子的譬如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出名的故事，检查你也很熟。有真侪大学伫迄个宗教的课程内面，伊嘛将即个聋子的故事来当作一个真水的迄个文学的作品来欣赏来讨论，甚至有人将即个剧本吼，改当作剧本来演出。伫即个所在，咱看去15章内面，其实有讲三个譬如：第一个譬如就是失去羊的譬如；第二个是讲失去钱的譬如；第三是聋子的譬如。这三项故事拢其实是连做伙。是路加福音才有的，是主耶稣来回答当时法利赛人甲文士，因伫遐咧议论，因讲为什么耶稣拢常常甲罪人做伙，为什么耶稣常常甲文士做伙，所以因就用一个真卑鄙吼，迄个手段伫遐来诶言论来批评耶稣。今日这个故事的主题，亲像我拄则所讲的这个故事同款，上帝无限的疼，上帝无限的恩典。上帝无止煞的恩主，故事有分作两部分，第11章到24章是讲到聋子，是用聋子做主角；第25章到36章是用这个大囝吼兄哥做主角。但是两个拢同款，拢是咧描写讲这个因的这个囝儿无同款的表现，爸爸用啥物款的疼来回应因。这两段故事的迄、那个。尾仔吼，拢有讲一句话，就是伫记载是24章讲，因为我这个囝是死过过活，死失去过得到，因就快乐起来。伫30章上尾讲你这个兄弟是死过过活，失去过得到，所以咱就爱欢喜快乐。两段的故事拢讲到天父这个做老爸伊怎样有无止煞的疼。咱来看这个聋子，聋子伊超过伊吼，就讲明知故犯。伊明明知影讲伊即声出去，检查伊袂当真水开转来，检查伊会陷伫一个真大的罪内面。但是伊家己设一个道路，所以就伫这个道路内面，伊就立伫咧这个家己所设的这个陷阱内面。新约记里11章17节讲，照着犹太人的这个律例。细汉仔所得的迄个家产，应该是老爸家产的三分之一。虽然有当时爸爸会将这个遗产吼先分予囡仔，所以家己就摕落来，无搁再管理这个产业。但是咱知影讲，这个分产业伫大多数的这个情形内面，就是应该是
啊，囝儿会当分到这个家产，应该是伫爸爸过身了后，才会当得到这份啊产业。但是咱看起这个故事一开始就讲，这个细汉囝对伊个老爸讲，请你将我应该得的迄个家产分予我。咱会当看起伫创世纪二十五章第五节所讲的犹太人因个分家产吼是正常的，嘛是一个传统的习惯。但是应该是爸爸主动，但是咱看起这个故事是啥？是细汉囝主动。所以伊讲伊啊，伊甲爸爸讲，我要分家产。会当看起这个囡仔，伊是真正不好，甚至伊是一个真叛逆的囡仔，伊是常常啊，予伊爸爸受气的一个囡仔。伊这款的做法，嘛，予咱看起讲，伊藐视伊的爸爸是一家之主的这个权威。二十二节讲，当伊的老爸听起到伊的囝儿要向伊提出这个分家产的这个无理的要求了后，伊并无讲啥物。圣经讲，这个老爸就将这个产业分予因。这个咒哈咒字，就讲这个咒这里表明爸爸的啊担待，爸爸的忍耐。伊知影讲啊，这个钱财甲放荡的心，已经成做伊这个细汉囝的这个吸引的上大吸引力。家庭的温暖，家庭的疼，家庭的这个啊真优啊真友好的这个条件，伫这个细汉囝心中已经拢无去啊。这个细汉囝已经藐视这款的价值，所以。咱也知影讲，这个细汉囝，因为伊无法度，伊受袂起这个外在的这个诱惑，所以伊就一步一步离开这个家庭。咱知影讲，上帝对人上大的刑罚是啥物？就是任凭是啥？就是随便你啦，啊，顾在你，放你去，无爱插你，互你家己去做代志，爸母拢无要管。这就是上帝对咱世间人上大的刑罚。检查在一个家庭内面，老爸甲你讲，我无爱插你，我放你去，我你做你去倒位，我拢无要插你。这是对咱是一个上大的刑罚。这个细汉囝的心，予罪恶来藏伫伊的心的内面，所以伊就放弃老爸所予伊这个真好的这个条件，伊予外口迄个世界来颠盘，所以伊的私心予伊的心就迷失了。咱看起这个细汉囝，伊就亲像咱世间人的罪人共款。圣经讲，咱拢亲像羊走迷，各人偏行家己的路。咱看起这个细汉囝，伊是一个无知的人，伊是一个真愚昧的人。伊受罪诱惑，伊受到迄个罪的迄个吸引，所以伊失落了。圣经讲，当伊将遮一切所有的拢收起来了后，伊就往远方去了。伊的出去所带的是啥物？伊不但是带着真侪钱财。伊所带的是伊个老爸的目屎，伊所带的是老爸的哀伤，伊家己拢唔知影爸爸的伤心，伊家己拢无一款仔的感觉，啊，我唔甘离开这个厝的迄个心，这是细汉囝予老爸上大伤心的这个行动。咱看起圣经描写讲，伊去放荡，伊任意去放荡，伊将伊的钱财拢浪费掉，伊迷失伫迄个外口的迄个唔好的迄个场所内面。咱敢会当想象，伊的朋友是啥物？酒肉朋友，就是啥？三角饮酒，三角做伙打牌啊，或者个朋友。所以检查会当讲，当伊有钱的时阵，伊是一个真威风的人吼，威风凛凛。检查伊的朋友足侪拢围绕伫伊的四周围，但是圣经描写讲，当伊一角鱼都无剩的时阵，迄、那个短暂的享受，短暂的迄个宴乐。予伊迷信，予伊堕落，甚至伊陷落是一个真悲惨的迄、那个啊诶地步。这个内面所讲的讲，当伊啊遇到迄个所在有大饥荒，然后伊家己一切拢用了的时阵，伊就散向起来，所以伊就去投靠一个人，这个人啊，策划伊去田里去啊放猪吼，就是去饲猪啊。咱知影讲，犹太人饲猪，这是一个真逼真的迄个行业。根据迄个摩西律法，猪对因来讲是一个上无洁净的动物。伫利未记十一章第七节、第八节有记载。所以犹太人因无要用猪来献祭，也是讲因无要食猪肉，甚至伊嘛啊无爱去摸迄个猪。所以要爱一个犹太人，吼降啊降低他的身份，就是。啊，真逼真的去饲猪吼，这是对伊来讲是一个真大的侮辱。
更何况讲去食猪所食的物件。咱会当想象伫即个时阵，即、這个细汉囝伊含伫迄个大鸡圈的内面，伊含伫一个真善香的一个灾祸的内面，伊真正是含伫一个绝望的即个困境内面。咱会当想象伊迄个时阵是真正卑微。真正无人要帮助伊，伊无瓦靠，伊无朋友，伊所穿的衫剪裁无法度温暖伊的身躯，伊无疼，无人要疼伊，无人愿意伸手来帮助伊。遐平常时甲伊做伙遐人，甲伊食啉快乐的遐朋友内面，大家拢走啊无看伊影。这就是现实的人生。这个细汉囝，伊明知故犯，就是讲伊的迄个心态，伊当时啊，伊。挑过伊要做遮个代志，吼，伊个老爸受气，伊就出去，出去了后，伊就食真济个苦，吼，伊真正后悔，吼，伊陷落伫迄个罪个网络内面。咱知影一个人，伊常常是伫失去了后，咱才会珍惜；做毋对了后，人才会回头。即、這个细汉囝，伊到上歹个地步个时阵，伊才觉醒，但是。伊嘛无愿意讲，我就要伫遮等死，伊就决定要转去。伫伊个人生出现一个真大个危机个时阵，伫伊经历真大个忧伤、真大迄个艰苦个时阵，伊开始想到讲，我要转去到我个厝，我要来找我会当予我瓦靠个老爸。以前伊犯真济罪，所以以前伊陷伫迄个魔鬼个即个计谋内面。魔鬼予伊担尽了真济罪中的快乐，但是却予伊陷落迄个罪的迄个压制内面。咱来看大囝，大囝伊家己掠做义，伊家己控告家己，伊迷失，伊犹原是一个迷失的人。咱来看大囝，大囝对着伊弟弟的转来，佮看起伊爸爸对即个细汉弟弟所做的遮代志。咱看起两个人是完全无共款的。爸爸因为看到细汉囝转来，伊心真欢喜，所以伊也无气嫌伊身躯偌领臭，也是讲伊是一个真善良的人，伊原谅了伊的细汉囝。但是这个做兄哥到底是安怎？咱来看这个大汉囝的反应。第二十五节，大汉囝当时伫迄个田的内面，圣经讲，离厝邻无远的时阵，伊就听起迄个音乐的声。伊听起了有人咧跳舞的声，即、這个离家不远，哈，离厝里无偌远，即几里，表示讲啥物？表示讲离开即个厝真久的即个弟弟，就随时伊就会当看到啊。即、這个哥哥告诉伊愿意，也当亲像伊的爸爸同款，也当欢喜快乐来接待伊的弟弟。但是咱看起圣经所描写是完全无同款的，即、這个哥哥甲爸爸是两个无同款的人。这个哥哥，伊一百度的迄个万分，伊无法度去饶恕、去宽容伊的弟弟。虽然咱看起圣经所讲，这个大囝检菜，伊拢唔捌出去，所以伊是一个啊真正乖的一个囡仔，伊拢伫厝里咧服侍伊的爸爸。外表看，敢若真正是无啥物代志，但是咱当看起这个大囝，伊所讲的话。予咱看起，伊是一个家己掠做义的人，伊家己掠做伊是一个敬虔的人，所以伊迷失了，伊感觉伊无受到伊应该得到迄个待遇。第二十九节到三十节，咱啊来看，咱拄则已经有读过。二十九节，伊对伊老爸讲：“我服侍你遮尼侪年，从来无违背过你的命的命令，你并无予我一。”只山羊哥叫我甲我的朋友一同快乐，但是这个囝，你这个囝甲冲击吞尽了你的产业，伊一来你就为着伊杀了肥的牛啊！好，咱看去二十九、十九啊、三十、十，其实短短两十年，伊用三摆的我，甲用六摆的你，伊来指责，来啊控告伊的爸爸。咱看去。啊，这个大囝讲的话，亲像迄个啊机关枪同款吼，一直咧讲伊爸爸的毋是，伊将伊几啊年来伊心中的不满拢讲出来，检查伊会感觉讲我是一个正直的人，我是一个模范的囝，我是一个真乖的囝，但是伊无想到伊的爸爸的心情，伊无去了解伊的爸爸心中的忧伤，甲伊的爸爸思念这个细汉囝的一个心的苦。
伊将伊个弟弟甲伊个关系完全拢甲伊啊放一边。伊检查伊讲，即个弟弟会生也是死，甲我拢无关系。虽然看起伊个口气足大个，伊所讲个话就是伊伫咧指责伊个爸爸。虽然看起迄个兄弟啊中间个迄个感情已经拢无存在，检查伊嘛检查伊将即个弟弟说啊当作是已经死去个人了。咱看起即个圣经在内面讲，伊对伊爸爸讲，但是你即个囝，这是一个真不好、真正轻视的一个口气。伊并毋是讲我的兄弟，伊讲你即个囝。但是咱看起爸爸安怎回答？伊讲，爸爸讲，你即个兄弟。爸爸用温柔的心来劝即个大汉囝，甚至伊讲你即个兄弟。伊为着安尼，伊知影即个大汉囝甲伊的即个细汉囝有真深的即个无好的关系。所以伊为着要来恢复因两个迄个兄弟的关系，伊就甲伊讲：“你即个兄弟，伊甲伊强调，伊是你的兄弟啊。”原来即个大汉囝，伊一定啊有真正怨妒，迄个啊心中有真大怨恨伫伊的心内面，所以伊拒绝来原谅伊的弟弟。伊对伊爸爸的做法真正怀疑，检查因为安尼缘故，伊就失去了甲伊的爸爸会当相佮经历即个喜乐。甲伊个爸爸、甲弟弟会当享受幸福个即个上好个机会。当伊知影伊个爸爸对伊弟弟所做一切了后，圣经讲大汉囝却受气，毋肯入去。检查你会感觉真奇怪，为甚物即个哥哥有即款个表现？为甚物即个哥哥个心态是安尼呢？检查咱来想啊，真久无看即个弟弟忽然间倒来个时阵，是毋是咱应该爱真欢喜才对？无想到到讲。这个细汉囝，伊伫外面失迷，但是这个大汉囝，伊却伫伊个厝内面失迷。这个真忠心的大汉囝，伊个心内面有真侪个苦毒。伊甲伊爸爸个心完全无共款，伊无同意伊爸爸个做法。伊对伊爸爸，伊对伊弟弟有真大个怨恨，伊也无愿意承认这个弟弟是失去佮得到个弟弟。伊毋肯接纳这个弟弟，伊毋肯饶恕，伊毋肯原谅。甚至伊个心内面所充满的是怨恨。表面上来看，咱用咱个理性来想，即、這个哥哥所讲个真有道理，无啥物款个毋对。但是伊个埋怨，佮对伊个爸爸个即个控告，显出世间人骄傲个心，显出世间人真正无知犯罪个心。即、這个大汉囝就亲像法利赛人佮文士共款，咱看起十五章个第一节讲。伫遮描写讲，正细里甲侪人拢挖紧耶和华要听伊讲道。法利赛人甲文士私下议论讲，即、這个人接待侪人，佮甲因做伙食饭。即、這个大汉囝就亲像法利赛人甲文士共款，伊家己掠做伊，因为因看起耶稣常常甲侪人甲细里同食饭，所以因的心就真正受气，因感觉讲。只有阮，亲像阮这么虔诚的、敬虔的人，阮才有资格，阮才有这个权利，甲耶稣做伙食饭。所以，因的心就真唔甘愿。这个大汉囝，伊的心真正骄傲，所以就真大影响伊家己的自尊心。但是，咱看起，这个爸爸伊却用真温柔的话来回答伊的大汉囝。老爸的接纳，老爸的原谅，会当让咱看起。上帝伊个伟大，上帝伊无止煞个疼。下面我讲一个真实个故事，即、這个故事是伫我个亲情内面，一对夫妇，真年轻个夫妇，即、這个先生伊是厝内上细汉个囝，伊个爸母住伫香港，但是后来就对香港搬来因家住，当年拢住伫因家。即对夫妇一年365日，因拢爱侍奉伊个爸母。这对夫妇因年轻也拢咧上班，囡仔嘛拢还阁细汉。因为爸母真正年纪已经老了，所以暗时常常爱去急诊，所以常常拢睏袂饱。因常常真劳心劳力，因常常感觉压力真大。爸母因为年纪大，所以喙齿无好，所以因迄饭迄菜拢爱煮啊真烂。所以有当时伊个囝就甲妈妈讲：“妈妈，你煮个饭拢无好食。”你煮的菜实在是无好食，哪会煮啊这么烂？妈妈就甲这个囝儿讲：“因为
阿公阿嬤喙齿无好，所以我爱煮较烂的。虽然知影讲伫即个家庭内面，检查伊就牺牲伊个囡仔，但是伊安尼做，伊却真少听到爸母一句娱乐的话，也是感谢的话。啊，逐摆啊，过年的时阵，即、這个啊亲戚的哥哥姐姐就对香港来看伊个爸母。啊，待几日了后，因就阁转去到香港，所以啊。啊，一年一摆，因来的时阵，所以因就真欢喜。爸母看到遮个真久无看遮个啊，囡仔就真欢喜。啊，因就包一个真大个红包给爸爸妈妈，所以爸爸妈妈就真快乐。所以常常伊就伫即个新妇上细下即个新妇的面前，就甲伊娱乐啊，你的兄哥、你的姐姐哪会遮尼友好，红包哪遮尼大包？但是即个新妇心内听起来，伊感觉真毋是滋味，伊感觉伊的心真无平衡，常常。大家大官，家己嫌多嫌多，所以伊会感觉讲啊，我做遮尼多，二四点钟拢是阮咧照顾，为甚物你无甲我感谢，你阁甲我嫌多嫌多？所以啊，安尼因个阁加上讲，遮啊一年来一摆，即个兄哥姐姐，因并无体贴即个做新妇的即个来苦，阁常常甲伊讲啊，恁着爱忍耐，啊恁着爱有疼心，恁着爱安尼做安尼做安尼做，所以有感觉，有当时感觉即个新妇感觉，哎呀。伊有苦讲袂出来，伊就常常家己伫遐流目屎。安尼真久过了几啊十年，伫大家要过身的前一日，即个大家就牵着即个啊新妇的手，甲伊讲：多谢你为我所做一切，你是我所有新妇中上友好的。大家最后的即句话，予即个啊阮的亲戚的心，就是即个上细汉的新妇，伊的心得到透放。伊就得到安慰，伊目屎就淋落来。以前，伊对伊爸爸、对伊公婆、检菜有真侪怨恨，伊有感觉伊有真侪委屈。但是，当伊听到伊个大家甲伊讲，你是我新妇内面上友好的一个时阵，伊本来是感觉伊是一个迷失的人，伊感觉我所做的感到，所以伊就迷失伊家己的方向。伊伫伊个生活内面，伊感觉伊真歹过。但是伊个大家伫伊要过身以前，甲伊讲个即句话，肯定了伊，哎，安慰伊个心，也予伊无搁再好。咱来看上帝对人个恩典，上帝个主动，上帝个等候。咱看起细汉仔即段故事内面上吸引人个所在是甚物？就是记载伫十七节到二十节中间，当伊醒悟起来时阵，十七节讲。伊醒悟过来就讲：“我的爸爸有真济个员工，迄、那个牛是真济，我兼是一只单是啊，枵死嘛。”十七节讲伊醒悟起来，十八节讲我要起来，二十节讲对安尼起来，我要啊，他醒悟过来，我要起来，于是起来。即几个动作，予咱看去，即、這个细汉囝伊做一个真聪明个决定，因为安尼缘故，伊就得救了。伊承认伊是一个做毋对的人，伊承认伊是一个浪子，一个真放荡的人。但是因为伊的决定，就改变了伊的人生的方向，伊人生的下半场就光明起来。伫伊人生的这个黑暗期的时阵，伫伊的人生上苦楚的时阵，这个细汉仔就亲像去予人啊拍打一个巴掌吼，甲伊拍，甲伊扇脆皮，伊就醒起来。伊规个人就亲像予上帝的灵来洗过一般的清气，伫伊迷失了后，就亲像迄个太阳光照伫伊个面共款，伊搁再一遍转去到伊个老爸的迄个怀中。即、這个细汉囝离开家庭，予伊陷落伫一个罪恶的内面，予伊远离伊个爸爸，予伊向着死亡行去。伊甲伊个爸爸完全无共款，按迄个方向来行，这就是因为魔鬼的计谋。这细汉囝会回来，是亲情的呼唤，因为伊知影只有伊的家庭，只有伊的爸爸会当挽回伊的心。伊相信伊回去到厝的时阵，伊会当阁再一遍享受伊的爸爸无止煞的疼。伊相信伊的爸爸一定会接纳伊，所以伊就无顾着伊家己的面子，伊也无想着讲我是一个真。啊，真无名誉吼！我是一个真歹的人，我是规身躯臭乾乾的人。兼且伊也感觉讲，伫伊的生活内面，所以啊，圣经内面讲，
我得罪了天，搁得罪了你，对呾以后我无配称做你的囝，你将我当作一个故工吧。伊的心志就是伊要搁起来，伊要转去，所以无论伊的环境、伊的条件偌样歹，拢无法度阻挡伊转去的心志。伫这个死亡的这个边缘，伊想去到伊的老爸，到底是啥物款的原因？好，这个又搁歹，又搁满身拢是臭味的这个细汉囝，要转去到伊的厝，是老爸的等待，是老爸的娘子，是老爸的忍耐，是老爸无变的疼，予伊觉醒。咱知影上帝常常会当啊，伫咱予咱伫迄个危机的时阵，伊予咱搁一个机会。当咱无明白的时阵，上帝已经啊动工。当这个细汉囝醒悟起来的时阵，伊就看起伊是一个真卑微的人，伊看起家己的不配，伊也知影讲伊是一个真放荡的人。伊已经是失去了迄个囝儿的命分的人，但是这个理由拢无予伊失去伊要回去厝的这个决心。这就是危机变作转机。伊相信伊的老爸要予伊一个机会，伊相信上帝要予伊一个机会。这个细汉囝，咱看起一开始讲，伊是一个真大胆的人，伊敢甲伊的老爸倒讨迄个产业。但是咱嘛看起伊是一个无知识的人，无智慧的人。一开始，伊安尼真理直气壮吼，伊就甲伊爸爸讲：“我要爱家产。”伊讲的口气嘛是真大，甲伊的哥哥同款。但是咱看起伊这个勇敢，伊是无经过伊个大脑来思考，所以是出自一个自私自利的心。伊贪图一时的享受，伊的心中只有家己。我要出去，我要享受，我拢是我。所以伊就真了伊个爸爸的伤心，甚至到尾伊互踢笑，伊个朋友拢离开伊，甚至伊互吞塔，到伫一个去饲猪的这个所在。但是咱看起，当伊醒起来的时阵，咱通看起伊第二摆勇敢是甚物？第二摆勇敢是经历了人生的这个暴风了后，伊彻底醒悟起来，这就是活命的可贵。这个细汉囝。伊无看起伊家己的这个伊无顾伊家己的这个自尊心。伫安静的时阵，伊检查会当听起到伊的爸爸对伊的呼唤，伊会当听起伊的内心对伊的迄、那个谴责，有一个声甲伊讲：“你做唔对啊，你着爱转去。”伊也知影伊的爸爸的确用永远的疼来疼伊，伊相信伊的爸爸的确会接纳伊的背逆，接纳伊是一个无好的人。诗篇八十四篇的第十节底下有一句圣经节，讲伫上帝的言语带一日，赢过伫别个所在带千日。宁可伫咱上帝的殿中看门，嘛无爱带伫歹人的帐篷内面。这个细汉囝的心就亲像这款的心态，伊是一个浪子回头的心态。伊知影，伊一定爱回去到伊的厝。伊的谦卑，甲伊悔改的心，救了伊的性命。这个细汉囝所讲的不配，甲这故工，表明是安那？表明伊完全的改变，表明伊真正后悔的心。这款的回转，让伊会当将迄个重担拢放落。伊回去到厝，伊在想，检查我回去到厝，无论我爸爸安怎待我，无论我爸爸安怎甲我拍，我拢愿肯顺服，因为伊知影，伊已经经过真济坎坎坷坷的路，伊知影只有厝是上温暖的，只有爸爸的这个。手是最温暖的。以前他是一个自高自大的人，他是一个很自私的人，他是自己抓做很好的人。但是他知道这已经都过去了，因为他决定要回去，他醒悟起来，他就随时要起来，要回去到他的家。他相信他的爸爸，他相信他的爸爸在等候他，他相信他的爸爸要接待他。第二十节，我们来看，对这样起来，往他老爸那里去，三里还阁真远，伊个爸爸看去就动了慈心。即几日三里还阁足远个时阵，伊个爸爸就看去。即几日当我看去个时阵，我感觉我目屎强要淋来。我感觉我予即个爸爸个疼所感动。即圣经则毋是讲囝儿远远看去老爸，圣经则是讲老爸先看去囝儿。
表示讲这个爸爸逐日拢徛伫伊个门口咧看，咧看伊个囡仔啥物时阵要倒来。伊日日拢守着这个门，检查伊个前门无关，伊个厝里个后门嘛无关。伊逐日拢咧等候，等候这个囝浪子回头。这个内面予咱看去，这个老爸伊是一个主动的老爸，是主动伊家己走去伊个囝个面前。这个老爸的主动充满了什么？充满了伊的欢喜，充满了伊对囝儿的疼。这个老爸的主动是什么？是伫这个囝儿细汉囝伊的背影的后面。所以咱看起这个老爸等待，伊知影我予这个囝自由意志，这个囝伊会当自由要去倒位，但是伊相信伊这个囝有一日会倒来，所以伊就随时将伊的门拍开。伊随时欢迎囡仔回来，伊随时接纳伊个细汉囝回来，伊咧等候，伊咧憔悴，伊予人回应的机会。咱会当知影，这个老爸疼是何等个伟大。当伊看起伊个细汉囝回来的时阵，伊吩咐伊个仆人摕上好个衫予伊，予伊穿，摕手纸来予伊带，佮用上好个物件来款待伊。这个囡仔。检查伊甲伊所想的完全无共款，老爸所讲的话，检查予伊真感动。老爸讲，我这个囝是死去搁搁活，死啊死去搁得着的，所以是充分表达讲啊满足的喜乐。这个老爸伊真正欢喜快乐。为什么老爸这么疼这个细汉囝？为什么老爸看到这个细汉囝就随时快乐起来？这就是世间人甲天父完全无共款的所在。咱拄则有讲过，人的疼有限，人的疼是短暂的，人的疼常常会变换，人的疼无可靠，人的疼是真薄的。但是上帝的疼是永远存在，上帝的疼是永远无止息，上帝的疼是永远的。咱看三十一节，拄则咱有读过。这个爸爸对这个大囝讲，所讲的话充满了什么？充满了温柔，充满了坚定。伊甲伊讲，你常甲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拢是你的。这两个囝拢是这个老爸所疼的。但是咱看起伫这段圣经章内面，这个老爸伊伫遮甲伊阿乐大汉囝，伊肯定这个大汉囝。伊讲到你常常伫我身边，你无亲像你的弟弟放荡出去外口，所以伊会当讲，咱会当看去讲，即句话是肯定伊的大汉囝。所以伊讲你常常甲我同在，所以即句话就是咧讲啥物？就是讲，即、这个爸爸甲伊讲，大汉囝，你哪会遮尼戆？我一切所有的拢是你的，你常常伫我的身边，你敢无看去我安怎对待你吗？但是咱看去即个大汉囝，伊目睭亲像互屎糊着共款。伊就亲像迄个法利赛人共款，伊家己掠做公义，伊家己掠做伊是一个上乖的囝。伊所看是伊看袂到的所在，伊所看是伊看起伊家己所无拥有的物件。伊可能会感觉讲，爸爸，你予弟弟拢上好的，你摕手指甲伊戴，你摕好衫予伊穿，当时你摕遮物件予我。但是伊无想起到讲，爸爸甲伊讲，我一切所有的拢是你的。甚至伊会讲，哎呀，爸爸，你哪会对弟弟遮尼好？弟弟这么忤逆你，你哪会这么对伊遐尼好？这个大汉囝伊真戆，伊无体会到讲，其实伊所拥有的是爸爸全部的疼。爸爸只是甲伊挑战，爸爸甲伊讲，你爱继续做你爱做的代志，做你正确的代志。这个爸爸用鼓励话甲伊讲，你是我所有的。爸爸用鼓励伊来甲伊讲，我所有的疼拢伫你的身上，所以伊真爱这个。大汉囝嘛会当接纳伊个弟弟倒来，爸爸咧转啊咧等待细汉囝倒来。当细汉囝倒来时阵，伊嘛咧等待即个大汉囝会当回心转意。其实咱伫世间，咱拢是真平凡的人。检采啊，每一个基督徒拢有即款的同款的即个心态，就是咱有当时咱伫教会内面，咱感觉咱真热心咧侍奉主，咱感觉咱做真济代志，但是咱拢无受到。上帝应该给咱的迄个赏赐，也是肯定。常常咱会感觉咱的侍奉是上好的，是上忠心的，所以对别人的服侍，拢感觉啊，迄拢无啥。甚至咱会藐视别人的服侍，却忽略了，其实咱的心是上骄傲的。悔改的重点是啥物？
悔改的重点就是谦卑。咱若伫圣洁的上帝面前，咱无感觉讲咱是一个真有的人，咱若无感觉讲咱是一个得罪了上帝的人，咱的悔改就唔是真正的悔改。这个细汉囝，伊得到伊爸爸的原谅以前，伊已经知影伊是一个犯罪的人。伊伫伊爸爸的面前，甲伊讲：“我是一个罪人，我不配做一个做你的囝，因为我已经得罪了你。”伊伫上帝，爱伫爸啊老爸面前，伊真心的悔改认罪，甚至伊转去到这个厝了后，伊无搁再想起到讲哦，我要搁出去，所以无搁再回到迄个罪恶的迄、那个迄、那个漩涡内面底下来拍滚。老爸就将囝儿过去的痛苦变作未来的愿望。对答了后，咱知影这个细汉囝伊的人生的下半场过了真精彩佮丰富。因为伊予这个危机变作转机，因为伊勇敢改变，伊下决心要予上帝来安排伊的日子。伊抓住这个随时会失去的这个机会，伊予这个无法度知影这个未来变作别人的祝福。这个细汉囝，伊知影当伊伫绝望的时阵，伊来敲找伊的老爸，所以就亲像一个人转换跑道共款。伊将迄个人生的道路阁转一个方向，伊予伊个人生的下半场正做一个新的阶段，因为爸爸的疼，予伊会当完全的转变，就亲像伫咱人生的中间，予咱的天父来安排咱的人生同款，伊予伊爸爸的疼正做伊一个新的这个焦点同款。反倒转来看，这个、大汉囝伊个人生的顶半场是真平静安稳的，伊无背逆。伊真正顺服，伊是一个乖乖侍奉伊个老爸个人，却因为伊个嫉妒，却因为伊个食醋，也是讲伊家己掠做伊，因为伊个骄傲，因为伊个发受气，予伊个人生个下半场就跌入去迄个迷失个内面，所以伊个人生个下半场真正可惜就开始有污点。咱知影最近吴宪章老师伊来讲道，伊讲一句话，伊讲人生个上半场是为着下半场有备的。假使你将你的每一日拢当作是你的活命的最后一日，你就会感觉这个时间有真正有压力，就有这个逼迫感，你自然就会珍惜你的日子。上帝爱咱，亲像这个细汉囝同款，走出迄个人生的这个上困苦的时阵，走出迄个人生的危险的时阵，咱唔通带着一大堆理由，也是讲对迄个咱人生的顶半场，感觉有真侪遗憾，我这也无做，彼也无做，早知我得安怎安怎来进入这个下半场。因为遗憾是一个真沉重的这个感情的包袱啊。唔嘛，咱唔通含落伫迄个过去做唔对，也是讲我过去应该做，却无去做遐个代志。其实迄拢过去啊，你安那想嘛，拢无啥物款的帮衬。唔嘛，咱唔通因为过去做唔对来责备咱家己。真正嘛，咱伫上帝面前，咱会当谦卑承认咱的做唔对，予咱的人生会当对头开始。嘛，咱会当真正亲像最近有请迄个高俊明牧师娘来见证，伊讲当美丽岛事件发生的时阵，伊的丈夫高俊明牧师宏关，当时伊宏选做世界性的迄个组织的一个代表，当伊宏选到的时阵，伊讲伊的心真惊吓，伊真正着急。伊讲我啥物货拢袂晓，伊无法度来接受这个头衔，但是上帝却甲伊讲，伊讲当一个罐仔，伊若内面装真济物件，装满满的物件的时阵，伊就无法度阁用稳啥物款的物件会当阁解倒入去。但是这个罐仔若是空的，上帝伊就一点一点来装满这个罐仔，会当让这个罐仔满了上帝的能力。我嘛，咱真正会当学习，咱将咱家己的迄个罐仔同款，将这个物件拢解倒空，予上帝来装满你这个这个容器，求上帝提调咱心中的骄傲，提调咱心中无平衡的心态，提调咱心中的一个真苦毒的迄个思想，无洁净的思想，也是讲有怨恨、无满的迄个情绪，也是讲你的受气，咱真正毋忙。咱这个罐仔内面是完全清气的，予上帝家己来代替。兄弟姊妹，真正毋忙咱伫主的面前，
让上帝来将咱的这个橄榄来拍啊，来倒空吼，将伊倒清去。求上帝真正将咱所有心内这无讨伊欢喜的思想，拢让上帝提掉。就亲像啊，这个大囝检测你嘛，亲像这个大囝同款，你有这款的心结，你有这个心的迄个结吼，透袂起来。但是上帝甲咱讲，你常甲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拢是你的。其实每一个信主的人在上帝的面前，咱已经享受到在上帝的厝的内面的迄个甘甜甲美好。甲遐个做歹的人，在上路尾人生的上路尾，伊才悔改。其实咱所拥有的是比因济搁较济，咱所拥啊享受的是上帝予咱早就为咱有别即个美好甲甘甜，是遐个后来才得到的人所无拥有的。毋忙咱转移。咱的迄、那个啊注意力吼，咱的迄个人生的迄个焦点，咱会当注心伫上帝的身上，伫接纳甲迄个啊宽容内面，检测你有真无平衡的心。但是毋忙，即个无平衡的心会当予上帝来提掉，会当予你，因为你心内是一个充满了上帝恩典、予上帝存在即个橄榄，你会当常常向人。分享上帝满满的恩典。刚才你会想，我到底是大汉仔还是细汉仔？希望上帝话来提醒咱，咱三个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我搁再一遍恳求你，感察阮的内心，予阮伫主你的面前，阮做一个你所欢喜的仆人。祝阮希望伫阮的人生的下半场，也是伫阮的人生的顶半场内面。无论阮的年纪是大还是小，主，阮拢毋忘，阮的人生是你家己来掌管的人生，是你家己来充满的人生。恳求你，予阮伫阮人生的污点内面，你将伊一一来拭去，予阮的人生会当真做是一个完全清气的人生，予你来使用的人生，予你来使用的器皿。感谢主，恳求你常常听阮伫你面前的祈祷。予阮悔改的心，予阮的祈祷常常会当摆列伫你的面前，予阮每一摆的祈祷拢带着你家己的能力。感谢主，听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下面回应是沙伦甲雅各在花园里。
记得请黄丽美执事。咱做伙同心来祈祷，阮伫天顶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的听，感谢你的听长心宽，感谢你的听永无止息。今仔日透过着阮的牧师娘，用着浪子的比喻来擦阮的心，做阮知影，有时阵阮常常就亲像迄个大汉囝共款，啊，一直拢咧看人的缺点，却毋知影家己的缺点是怎啊济。主啊，阮有时阵啊，阮拢迷失阮家己。主啊，你点伫阮的内底，你予阮掏空啊，你点伫阮的内底啊，你的光来光照着阮心中的黑暗。阮知影有时阵我伫生活当中，有时阵会常常得罪人，啊得罪你。主啊，求你赦免，予阮成做一个完全的人，成做一个顶头生的人。主啊，阮感谢你，予阮的人生的精彩。阮的人生有精彩的下半场，主啊，因为有你的介入，我们活甲遮那丰富，遮那荣耀。主啊，阮感谢你，感谢你教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同在，予阮的人生因为有你，我们过甲真快乐，真平安。有你的同在甲听，阮的一生啊，咧要丰富甲富存。主啊，阮感谢你啊，慢来听听啊，阮。啊，这个教会啊，有这辛苦陪听兄弟姊妹，阮特别为着刘朝阳牧师来祈祷，就后尾透过你听，予伊啊接过来的手术也是治疗，得到你完全的医治。我嘛要恳求你来到阮的亲近遐同在，予伊即马啊来身体渐渐恢复健康。主啊，感谢你，啊天气渐渐寒冷，啊主啊，你予阮这年长的。让我们兄弟姊妹让他们的身体可以适应这个天气，所以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从今天所领受的放在我们的心肝里，我们来感谢感谢阿乐，都是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下起立，上营刷枪刘少恩牧师为咱祝福祈祷。知影，伫阮人生的日子中间，阮常常属于这个世界，阮常常比较，阮到底是亲像啊大囝还是细囝？阮常常比较，阮之间啊所有啊无公平、无共款的所在，主啊，予阮的心会当有你的灵同在来帮助阮。让阮对这个世界中，阮会当知影主你的心意是啥物。亲像你的话语甲阮讲，主啊，这世间的人，一个人，予这世间的上恶神来啊蒙蔽了因的目睭，求主你开阮的心眼，予阮会当看见阮所欲学习、所欲看见的。予阮对这个世界中来醒悟过来，予阮无搁再迷失伫这个世界中间，因为阮知影。唯有主你所比较的，才是真实的。因为主你是看阮的心，你比较阮对一个会当来跟对你，会当倒扛阮家己，会当真做主你所喜的。求主你帮助阮，予阮每一个拢学习伫主你的内面，做主你上疼的囝儿，真做阮这一生上大的愿望。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灵的感动，甲每一个兄弟姊妹同在，对这事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今日真欢喜，咱今仔日做伙伫上帝面前，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让万人每一个人拢看见咱伫这个世间所要学习的，是真做上帝所喜悦的。啊，今仔日啊，伫咱下晡的时阵啊，有门训的一个成果的发表会吼。咱有一个阶段的训练，咱希望伫这个发表会。咱有一个兄弟姊妹，真侪因的鼓励，咱嘛，互因看见因伫这个学习的中间所看见的一挂成果，要将一切荣耀拢归于咱的上帝吼。咱下晡有公园的音乐会，尤安伫对面的公园是罗加木区甲伊利亚木区两个木区做。